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元。上一期我们大致总结了一下这个龙纹还有哪些龙纹，对吧？包括一些我为什么这样子纵向的去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这个时代纹饰的特点，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相信吧，那期视频看完之后，我们心中会知道一个方法，就我在告诉大家一个学习古陶瓷的一个方法，先从纵向的去学，再横向的去学，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稳妥的啊。当然也是我自己用过的，我觉得这样用着很舒服，很好用，你可以先试着去用一下。比如说啊，龙纹的我已经梳理了一圈，哎，凤凰纹饰的，对吧？麒麟纹饰的，狮子纹饰都从那个元代一直往后拍，它都同属于瑞兽。然后你去总结一下，哎，这个瑞兽再从元、明、清，它有个什么变化？早期明早期什么样？中期什么样？晚期什么样？清早期、中期、晚期。当你看到一件东西的时候，不管它是个瑞兽里边什么的，你脑子里边就第一反应，哎，这应该是一个明代中期的东西。当你有了这个印象之后，好。我们去对它的器型，对吧？对它的画工，哎，对它的修足，对吧？各种方面去对。如果它各个方面都符合明代中期的特征，这东西八九不离十。你再去看一下胎质，看一下釉质，看一下青花的这些深沉度，对吧？以及更细的一些东西去确认一下就好了。真的，这样会很简单，把一些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有步骤的去来，会非常非常的稳当。这是我个人认为，也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很多藏友会加我，跟我交流啊，这个我也很开心，很乐意跟大家交流。但是请不要跟我交流元青花，啊，这个东西很苦恼。不是我不稀得跟大家交流元青花，我手上都没几片元青花，真的。但是你们一掏，这藏友一掏，啪一个元青花龙纹的罐子，啪一个元青花龙纹的一个尊，你这不，哎，我看的难受。一开始我还巴拉巴拉说一些，我告诉你这个那那个这个，后来我不想说，我就说这是新的，真的。为啥？在我看来那都不是个龙啊什么，那他妈就是奥特曼跟这机器猫嘛，那它是啥？它啥也不是。咱讲道理来说，还是那话，你有一说一，你把这每一年这国内国际上所有的大牌你摘把它看一遍，对吧？有几件元青花的龙纹大罐啊？有几件整齐元青花呀？连这么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这种顶级的有实力的，他们的渠道他们的财力，对吧？他们都找不来几件东西，就你啪掏出来一件，你啪又掏出来一件，左一件右一件，左一件右一件，好家伙，轰炸我！哎，就跟你说那个对吧？跟奥特曼问我，你相信光吗？我相信光，我相信光，但是这光不是那光，不对，好吧，不是一回事儿，比较难受。就是你看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会与大家交流，就是这不是说我这人比较难说话。你看你有时候发一个东西，哎，康熙时期他的龙，他的不管是画的什么东西，他还比较像，他的修足各方面都还做的比较不错，这个东西我会说的比较多一点。我说哎，这个造假的人就比较用心了，你看他的修足以及他的这个画工胎质釉质各方面都会有一些什么什么的差别，然后哎，我会拿几张图片来，哎，你看一对比，这确实是不太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好，然后通过这些对比能够知道，哎，这个真品跟这个仿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这东西交流咱们可以交流，咱们都是共同提高。因为有一些我也不是把所有的假货都见过，对吧？我也没有见过所有的真货啊，但是这样交流起来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啊。这不你不砰一个元青花，砰一个元青花，砰一个永乐宣德，我的个天哪，要了亲命了，那真的是受不了啊。我觉得我不想跟国宝帮交流，我不知道交流什么。因为以前我都是，我从那好不容易爬出来，但我跟这帮人交流，交流不了，累，对吧？他们不听的。而且我发现分两种人，
这类人，一种是桀骜不驯，哎，我操，你就牛逼，你我看你啥也不是，你根本就不懂，你他妈泱泱中华多少年，哎，这华夏神祠怎么着的？哎呀，我这帮的人真的是该干嘛干嘛。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有礼貌、谦虚，哎，平安，你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哎，谢谢你，怎么样？他都说的可礼貌了，但是你掏出来的东西不对路啊，不敢执迷不悟，真的，你有时候从最低级别的东西开始，好不好？这市面上你先多买一些这晚清民国的东西，你把这老物件老普东西摸多了，你就会觉得你手上东西看就怪怪的啊。你别说这元代的东西，它再咋它也是得是个老的吧，对吧？它不能是个新的吧，那新的跟老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把这东西摸多了你就明白。这也就是交流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说我怕了，真的，我不是不乐意跟大家交流，我很乐意跟大家交流，但是别老拿这个元青花的罐子轰炸我受不了，对吧？我相信光，但不是这种光，好吧？哎，这也算是吐槽了，这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也是很希望很喜欢跟大家交朋友，但是呢，就是咱们交朋友这个聊收藏交流心得可以，但是不要把这个台阶提得那么高，你整出那元青花什么玩意儿，这接不住，我接不住啊！你说我说那东西不对，你还说我这人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对，是不是就你的东西对？然后你把我按到那种啊，跟那种对吧，干坏事的人那种，啊，专门给别人开枪啊，就自己东西对，我不是那种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是吧？好吧，这期就是吐槽一下这个。我很希望跟大家交流，也很乐意跟大家交流，但是这个太离谱的东西咱不要交流，我受不了，我难受。你掏出的元青花东西太多了，那罐子什么元青花有，元青花有小东西呢，也有那种南方窑口的，比如说那种玉溪窑的呀，或者什么安南窑的元青花也有那种小水鱼什么的，还包括小的那种小杯子都有的，也有。但是绝不是这种哐当一个大龙罐子真蛮牛逼的东西，结果画了跟啥也不是。好吧，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我是爱收藏的天元，喜欢我的视频呢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